three, four, in.魏冠廷甲谢东升交阵热战一时三十二分胜败。王世昌大阵将速八困前归元行路，归元行打出中围的突点，众将面对收兵分摇。何不见金大哥呢？没事呀，唔免多虑了。金强决心护你烟，将后都是你的大敌。罢了。咱大家拢走你了，干那无怪阮大金强了了。为何不见亲兄雄多吉少？李公子免担心，先雄神甲金强最密切、最友好，伊是绝对袂加害他只鸟啊！李公子，咱暂时到山后老母舅之处。老母舅一名大将，名叫郁迪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可助咱之间呐。将兄长带路吧。金鸿兄绝对袂死，伊绝对袂死，哎，无得讲啦，无得讲啦。点点啦，哈，你听到金，哎，这就是明主哦，皇帝锤呢，迄明主是皇帝锤啊，皇帝锤讲袂死就袂死啦，你哪多哭啦？哦，阮大绝对袂死的啦，绝对袂死的，免哭啦。为何韩郁迪江奉令伫咧闭关？李世民一班人已经对山后进来了。奉令，无这边的运气，随随便便就要过关，遐尼简单是？请问咱这位大爷高姓大名？岂不识燕云太岁火烧金宫，满意何韩郁？地宫是景德啊！连个人哩哩啰啰拢听拢无，你听无呢？先开，和我甲伊讲啦。哦，你甲伊讲，让伊两只青面牛去打一下。什么人都袂当过关了，卖歹啦，火拖头。你捌字捌真水，你内行诶，真真正正火拖头啊！我讲这话你听有？烟云太岁，火烧金宫，都是火炭。你捌字捌真深。哎呀，迄烟云太岁叫迄个云烟云鬼，佫说来几句，火佫烧鬼，都是火炭头啊。是啊，还佫来还佫一句哩。满意太岁是安那讲？解说来。满意就是满三条。是啊。恁老母死无外久，我咧咔咔。哎呀，乱讲乱讲乱讲，什么我拿不死？哼，乱出来！要满意是满啥？人迄是满意官呐，我是满意好汉，不敌公是敬德。也唔只差输了尔，对唔？啊，头摇着，干那尾也摇无着尔，啊是安那？差偌济？呵呵呵呵，古锥古锥呢你呢？啊你嘛是袂歹啦。是啊，你什么大名？听到今仔嘞，三宝定我讲嘞。班甲好汉呢，混世魔王呢，这人统管百万大兵呢。我跟你讲，背后那双脸，那都是东宫李延年公主李世民呢。哼，要入这个所在求见这个定阳王老母舅呢，你应该都要开城迎接才对了。啊，点去？无论什么人都要入见我的主公，爱得受我三鞭呢，也那无就无够资格见阮主公了。
好了，我先跟你试了。我抵求你三遍，你嘛是爱动我三步了，对唔？三步定我讲，无遗憾。来，注意。啊！一种功夫普遍开尔尔，过来，任何人拢爱抵受我三鞭。换我，伊那咩？这个少年的来，少年的。我是。这细林，你先开，好吧？你看鸟啊，无点呢哦。哦，哎，啊，好汉中个好汉，白人机后生，你妈哩实在哩有智将啊，又敢不是泰山呢？虾米人拢同款啦，刺三招便输赢。好，来，拜好来。顶高。安尼好，你痛快。哼，唔通看囡仔都未生囝。少年的话你，哎，啊你敢若介意少年娘娘？我敢若介意一个上少年上缘投的。啊！伊都读册人都无练武。阮这个山后最讨厌就是讨厌这种读册人，拢唔练武，讲唔爱运动啊！迄种已经堕胎，袂使你入去。你讲我也无通诶！什么的山后？山前的山后？后山了？你安尼对阮公主是咧？你咪甲你推哦！不要紧，我来领教嘛。哎呦，公主也唔通啦！吼，乌索索咧大武将，迄个鞭哦，高扎的了，迄个唔你个得挨饿啊！我也是有淡薄不适啦，啊，公主啊，是啦，不丁勇，我愿当领教你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你那两只歌，哪有淡薄气魄？好，三边定输赢啦！无风无摇，搁咧倒大树，啊！但嘛，乔仔讲你创啥货啦？这个所在敢若像无病，看到鬼，这病他啥物无病？哼！你家己颠颠倒倒了，掉羊形了，地无颠了，安尼大家拢会使你过啊未？这嘛，免搁想啊啦，互你看上软的李公主，你都比袂过啊！啊，好，啊像这个七哥啦，这个是李公主的先生呢。啊！我是因师傅呢，啊，比你到底鸡老开的啦，无采讲你，这代好汉，看对唔对？好啦，拢通过啦，我带恁众人来求见我的主公定阳王就是啦。本王非常欢迎李公子甲众好汉加入阮这个反叛行列，来恁啊！一杯酒宴，甲众英雄设定咯。当头站过来有公公啊，你有公公，扎一扎，别当大人过来有公公，过来有公公。吃麦听，吃麦听，麦笑，麦笑，麦笑。来讲正经的代志啦，我唔是咧酒醉呢。他听阿公话恁请到酒醉，闹坏事对。哦，有阿俊谈。是啊，那互相闹开就求进步哩咧。对。安尼哦，讲起要做代志，就是有福同担，也有福同享啊！哦，有烧酒，大家共加饮呢，安尼才是好做兄弟啊，对唔？有准台啦，你讲对唔对？啊，是啊，正讲啊，阿妈在溜啊，溜伤济，我那歹听啦。你有准台啦，你讲个咧，先来用心的代志可以听咧。安尼好，地公啊，好呀，什么地公？不，地公。唔是地公了，我那小可咧醉啦。这个定阳王听讲话那做人真赞，也佫功夫话那真好，真豪爽，真慷慨。总讲一句，就是有这个有地公伫遮，所以才遐尼清点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吼，这个王阿四枪哦，看一个海口偌大，你敢知啊？偌大？伊讲天下有十八路反龙咧，一十八路反龙之中最强的。我那是老武州，恁去派就对了，是不是呢？差不多。啊，但是讲到你哦，乱闹开呢。安那？伊讲较早你咧做伊的部下干有影？
什么人啊？先生相信你，讲伊咧做茶的时阵啊，讲你咧做寮楼啊。什么啊？我咧做寮楼啊？哎呀，伊讲你咧做寮楼啊，啊，讲了晒出晒几杯啊，对。呀，人呐，去安尼谈谈步啊，你呐分五角迄款小寮楼就对啦，讲你就是小寮楼出身的啦。啊，可知心先啊，用心，你表示我太心，起兵拍到伊东都西歪呀。兵丁三万攻击洛阳，何必天心下岗？啊！哒哒哒哒哒！洪世雄、陈永新，你怕的亏输大败，望左九之国咯！啊！就这样，走走走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了罗，是不是？嗯，无啊，什么了罗？大将，大将，好绝！对，不是了了了。免了，提兵再对呀。对，对到会走投无路。东条之神，这东宫李渊之子李世民领兵攻占洛阳基地，我百计周州，望宋义王帮助一臂之力吧。助你低调定阳王到敌将是可以。但是我那是吹倒水条之后，爱立我为帝。哦，那当然，当然啦、啊。啊！林王家先生，我敌将提兵来还了。再约谈，遵命。本王亲自提兵击敌来临啊！开兵杀上啊！平海公，但我敌将高手，不过数合。不敌将破边地名了，哎呀，冲啊！停！总兵书归顺天军，破敌西路一条。哎，报告。王世昌，我沈龙信已经到你了。哼，那班水啊，伊无走，是要甲咱安怎？对唔？哦，大王千岁，千千岁，什么大王？破晓的大王，叫将军。将军啊，我是明海公宋义王的部下。呀，这个宋义王啊，有两个叫做乌白二夫人吼，要来接见将军你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叫伊来，叫伊来。好，遵命，遵命。乌仙娘，乌仙呢？不是啦，乌仙娘，白仙姬叩见大王千秋，千千秋。讲话阁袂好歹听，人啊生得阁袂阁落歹。是啦，阮主公伫要出征进前，都甲阮交代。如果伊若是失败阵亡了后，阮两家的都是要嫁姓李家，所以呢，阮都是要嫁将军你啊。我的姓啊，尤俊达。听高金，阮呢，恁两个对我拢袂歹，乌白二夫人一人一个相认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听高金，你呢？我也是不要啊！您能不能？喂，谁能买？拢无人买是，也那拢无人买。乌白二夫人，我总娶。不敌强啊！安那将军啊！安那怕提碳灰节，顺势拖我讲。好啊，拖啊拖啊！但是先烈是后兵啦。罗成甲阮是在驾柳店结盟，三十九乡才来。啊！你这个牛片安怎就安怎嘛？启禀公主，齐伯公来访。哦，众将布阵以待，遵命，请他觐见。遵命，飞来哦。罗公主，哼。上次咱在驾柳店饮血为名，你已经忘却了。
罗成勇气在心。哦，那你为什么兵犯瓦岗呢？我是唔知影瓦岗是兄弟基业，如果敌情也无法避免的惩罚，因为这是防止兴师啊。难道恁爸囝唔知影隋炀帝杨广占榜吗？加上杨素、杨林、武文化及这个名臣龙权，陷害忠良百姓，救苦连天。恁父子防止犯瓦岗，惨死数万兵士，又有王伯通失踪，安尼做岂不是助纣为虐啊？哼！李密自刎，王伯通中万弩箭而亡。啊！这事已经过去了，师兄，李密的讨瓦岗心，讨我是无想讨了。希望两军合兵，既往不咎。两军合兵是不可能啊！要讨者战，如兴怕孙兵接将者，也可以用单打独战啊！好，好，一言为定。三刻后，自我有武敌将在咧等你，过时。众将官，信守岗位，让我单独出战。小白脸不堪一击啊！大乌盘难爱半枪，来啊，起！用小白脸扛着刀盘武器枪，逆袭数十单分关节，两军成为拉拉队，喝彩助威。另外这边人，李渊的车夫杜建德胜利之日，平兵打退燕山之军。燕山路的头白兵大战杜建德，不幸弯曲沙场路。路的在了，路的在了，来归顺吧。红军来呀，冲入燕山了。罗岳之车，罗成之庙，听到罗岳战死沙场，随着急战向自刎殉职，与罗岳天桥相知。万岁，圣旨啊！启禀万岁，罗岳之车殉职了。勇敢，即去，总长官，将这个西施甲罗爷当众一盆啊！是，总长官，在燕山养军三天，兴兵进江安啊！将个罗成连战三暝三日，未分出胜负。这个时阵突然攻防不武，攻防不武，阻碍。
鬼是无？要战唔战？哈、啊，要对鬼哦！哦，要对，大家来对。东宫李渊之子赵王李元霸，主将敬天军，替守江安城。启禀赵王，古爷杜建德提兵来征了。在堂。在。众将官，各守岗位。敬天军随我冲进呐！两军交阵，惊天动地，李元霸针对杜建德。外甥啊，元霸，你做我出地多，我新州百爷因爹囝拢是朝廷的公分呐、啊。放腿刮腿呀！阿爸城的李元霸甲野心勃勃的杜建德，我父外甥生死拼路。